班长难道不能以身作则吗？班长哪里没有以身作则？如果说出来，班长一定会很难堪哦。好，你说。班长愿不愿意脱下鞋袜让我们看一下？脱不脱鞋袜关以身作则什么事？班长说不可以擦指甲油，可是他擦了指甲油。啊！安静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亲眼看到的。那如果没有怎么办？我们全体愿意接受惩罚，如果有，是不是要把休息时间还给我们呢？我反对，这是赵雅芝的个人行为，凭什么牵连我们大家？赵雅芝，有人持相反意见，你说怎么办？各位姐妹，为了我们的福利，请你们这次一定要相信我，让大家有福同享。我在这站着。好，同意的举手。我们在同的举手，出去。真的啊，你要相信我。好吗？你抢过来，局长，我看到。局长，哎，同志，前局长，快点，手放下。超过半数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有福同享。那么也就代表有难同当。既然你们要挑战班长的领导威信，那么就要付出代价。打不过，试看才知道啊！来啊！